九市临城西路台北大桥桥底下附近，每天清晨都有很多人在那里自动的集合，他们都是没有固定工作的临时工人，他们都有工作的能力，他们要在这个从20多年前形成的人力市场等待每天的工作的机会。最近台北市国民就业辅导处成立一个服务站，要设法协助他们。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在台北大桥的附近呢，每天的清晨都有很多的临时工人在那里等着他们要工作的机会。那么现在呢，我想来请教陈主任呢，就是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们要等什么样的工作，对不对？这些临时工人呢，大部分呢就是从东南部到台北来谋生活的。那么他们呢，每天大致都是在4点以后啊就开始集集在台北桥下。那么由每天呢，由这个雇主到台北下来看看他们适合的雇佣的工人。那么这些临时工人呢也就寻找这个他们所需要的专长，雇主啊就前往去工作。那么这些我们呢、啊、这些就是受当面市场的指示啊经过中国国民党台北市委员会啊共同的来筹设这个工作。那么到26号啊我们才正式奉准在这里设了一个站。那么这个服务站成立以后呢给他们提供哪些服务，怎么样个服务法？我们目前的计划就是说请这个各地的建筑业的厂商啊跟我们合作，都是提供工作机会。我们呢计划就是说将这些工人呢慢慢的给他们辅导，为他们能够长期工作。那么初步的计划就是说让这些工人呢、啊、我们要分等级组，就是说分成哪一类的工人呢、啊、还是说哪一类的专长，分成一个组。然后呢一个组里面呢由他们选择几个联络人或者一个到两个呢免得他们每天早上啊从4点钟等到8点，浪费他们4个小时的时间在这边等待。那么登记完以后啊，我们就按照他们分组的专长啊给他们推荐给雇主。那么雇主呢也可以利用我们服务站的电话告诉我们的筹才机会，就是说他们的需要的人才的情况待遇啦或者工作内容啊等等。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根据他们的条件呢推荐给他们。除了求财跟求职，那么大桥服务站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服务的项目？是不是免费服务？是的，我们依照规定啊，我们的介绍啊是一切都是免费的。我们服务站里另外有设一个休息的地方，供应茶水。其他的就业事项啊，就是说跟我们处理所规定的是一样的，一般市民呢也仍旧可以到我们站里来办理求职或者是求财事项。一般的这个职业训练呢，就是说台北市的平民呢也可以参加我们处里面所举办的这个第一训练，我们还是去办理的。好，谢谢您。到底这些临时工人需要哪些帮助呢？李先生，请问您，您是不是经常在台北大桥这附近找工作做的？我经常在这边。那么台北大桥这边的服务站呢已经成立了好几天了，你对他们有什么期望，有什么希望，希望他们怎么样来帮助你？我就希望这个台北大桥当然这个服务站来说继续啊对我们的服务下去。第一份这个交通方面啊，往里头把这个车辆延走，服务站的地点扩大，扩大经常能保持下去。然后我们以后没什么工作，我们可以来登记来找这个问题。建设局啊这个指导都归你们管，归你管，将来这个工作应该都是归你们分配的，我们将来都有很多的工作来做，工作的机会都有。
做烘焙就是什么需要烘的多一点嘛，什么烘焙都可以做嘛，什么锻炼不要吃饭嘛。